SHE 1.5 亿续约华研 ，Selina 克服长途飞行抵米兰。为谁啊？在人家机场柜台前跳舞？第一次去米兰。对啊。原来是女子天团 SHE 三人昨晚在机场合体秋嗨嗨，准备飞意大利米兰为新专辑拍摄封面。准备什么？准备钱。没有啦，准备一些，准备快乐的心情，准备工作的心情。漫长的飞行途中怎么打发时间？睡觉、看电影、睡觉、吃东西、看电影、睡觉，跟我一样。这是 Selina 在火影后首次超过10小时长途飞行，光是穿脱压力衣就够她瘦的了。她也因腿部容易充血，随身携带小板凳，也自备阳伞，随时防晒。心情现在怎么样？开心。唱片公司砸钱送 SHE 出国，还安排他们去看居牌服装秀。对三叔这么好，该不会真怕 SHE 琵琶别抱，改跟 Ella 老公马来高签经纪约吧？哎，唱片公司今天终于透露，七月中已和 SHE 再续2年约，不但开出1.5亿签约金，未来还可分华研股票。搞半天，马来高没有要抢人，自己做经纪是被冤枉的。会觉得有点委屈吗？对，还好啦。所以是真的没有要当他们帮他们弄经济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自己问他们公司那边会比较好一点。英国的新闻，马来高躺着也中枪啊！报道。